老奸巨猾。什么？老？你再说一遍。老奸巨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别闹别闹，苏维安，别闹了。搞钱去了，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？我出卖给你，你是我的唯一目标。鬼子，我今天我要不揍你！干什么？没事吧？鬼子，我出来！我今天要不揍你！干嘛？干什么？何小光？我其实我自己都吓一跳。来，鬼子，我今天要不揍你，我跟你说。干什么？发什么疯，贺小光？你是对不起，让你吃凉了。